等呢？还没啊。圆滚滚的柯基犬，即便想吃肉条，还是乖乖听主人的指令。它是民众养了9年的爱犬咖啡，像个小孩，活力十足。没想到只是糖尿病就医，竟断送性命。我进去看的时候，我的狗狗整个是趴这样子的状态，等于是看起来现在是完全没有急救。9月30日，柯基犬咖啡到医院就医，饲主才用镜头记录下它，一直到10月3日都还是活蹦乱跳。因为打点滴呢，来啦。没想到情况急转直下，2天后饲主接到死讯，这才发现原本咖啡要打胰岛素，直到死了，医师才坦诚医院连一支胰岛素都没有。而当初也是出于医师要求，他们才让狗多住院2天，没想到不但没得到良好的治疗，还丧命。他是很不屑，而且也非常不专业。你应该把他当成是一家人，你没有心，我讲真的，你是非常不合格的医生。而医师坚称，10月5日当天自己5点到医院，发现狗狗呼吸困难，因此做急救。不过监视器打脸，根本不是这样。监视器拍下，医师直到8点多才进医院，发现狗死亡也没处置，何来急救之说？我有说谎，我是希望让他认为说，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，他是比较安详的走掉。民众无法接受一条生命就这样没了，怒批兽医无良，让狗狗死的冤枉。记者杨尚旺上岸台中采访报道。我是方彦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彦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